长笛魔法先生，大家好，我是长笛魔法学院的校长潘宗贤。今天很高兴跟大家介绍这一次台湾长笛嘉年华的活动 Lumos。 这次我们有八场非常精彩的讲座，包括了长笛论坛、基本练习、律动的课程、全国大赛长笛指定曲的解析，还有韩国现在的长笛现况，再来就是指定曲的实作以及音乐人的行销课，最后还有一场是古董长笛的讲解。 Keep footing and lie down， 欢迎大家今年跟我们一起来玩长笛的魔法哦。